最近台湾的地震真的好多，好恐怖哦！连晚上平常都是因为尿尿起床的，到现在都是因为地震起床了。还好在 MyQuiet 的世界里面就不会发生地震了，对吧？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我的身体在自己乱飘哎！这是什么海啸吗？我被推来推去了。地裂，各位，地裂了，而且我还没办法自己控制自己要走的地方，要被当垃圾丢掉了，我还活着，MyQuiet 的地震也太恐怖了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斯，今天来到一个接下来会迎接末日的世界生存。哦，听起来好帅哦。那这个是生存？我刚才说生存吗？没有，各位，我今天没有要生存哦。你们看这种事件这样子发生的时候，我到底怎么活下去啊？我原本也是打算要用生存的方式，只不过因为这个世界的天灾真的是太特别了，所以我决定改成用介绍的感觉好了。那总之，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地方呢，就是末日发生之后的结果。这里被陨石撞击之后，还跑出了海啸，淹过去的感觉，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哦。然后中间这个部分是地裂，最顶级的地震发生的关系才会变这样哦。真的好恐怖哦。那我不用生存玩的理由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世界的天灾数量非常的多，我来数一下有多少啊，总共有18种。如果18种我都要用生存去遇到的话，感觉有点太难。那我就开始来介绍，一个一个介绍啊，这个世界的末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那第一个就是什么东西啊，这英文六级的酸雨风暴的样子，这好像是酸雨风暴哦。我没有戴帽子会不会秃头啊？哦，来了来了，这就是酸雨吗？嘿，看起来好像掉了很多屑屑下来的感觉，我来试试看哦。如果召唤个村民会怎么样啊？哦，村民会被雨淋死哦。看起来很痛苦哎。这么快就死掉了？这酸雨到底有多痛啊？我来试试看哦，换我自己本人来。这酸雨一次扣我一颗心吗？我有没有看错？超级痛哎！而且这酸雨超危险的，有没有地方可以躲？我不知道水里面可以躲吗？啊，我在水里面就可以躲了。哇，好痛好痛！我如果把头上挡起来是可以吗？可以耶，这样就不会受伤了是吧？而且我好像听到史莱姆的声音耶，难不成酸雨风暴的时候还会生成史莱姆吗？对耶，好大只哦，所以史莱姆其实是酸性的。我玩麦克那么久，我第一次知道耶。再来，我召唤一只复仇者出来看看好了。好像很痛耶。中介龙会中毒吗？这个啊。中介龙果然是不会中毒的吗？好的，那我换了一个地方，目前来到了雪山。第二个我想要遭遇的天灾就是暴风雪哦。暴风雪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来看一下哦，这边有一些羊哎，他们会不会冷？他们直接解冻哎！这暴风雪也太恶心了吧，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哎！所有的动物都会被冰住的意思吗？那如果是复仇者呢？抱歉的复仇者，你今天应该会出来很多次哦。啊，复仇者冰不住，不过他会受伤哦。看起来超级冷哎，哇，好酷哦！暴风雪，等一下，暴风雪太夸张了吧？真的是视野有个差的，好有趣哦，不觉得吗，各位？只是这个天灾如果在现实遇到就不有趣就是了。那目前暴风雪停了之后，这些羊还没有被解冻哎，我可以帮他们解冻哦。好酷哦，好有趣哦。再来第三个会发生的事件，好像是要在洞窟里面触发的感觉。那我站在这个地方试试看哦，然后打上去，洞窟坍塌，掉下来了，什么都看不到哎。哇塞，它落到哪里去啊？一直往外扩散哎，各位。所有的石头都看起来像沙子一样一直往下掉结束了，坍方全部的地形都被改过了，刚才的洞窟不是这个形状的好酷哦。我再按一次哦，换个地方看看，这样坍塌的话呢从那个中心往外扩散这个坍塌伤害高不高啊？我来试试看哦。哇，好痛。
真的是被石头压死哎，超级痛的。那下一个是第四个，这个直接就是末日了。末日好像会同时很多种天灾启动的样子，这个就留到最后再来看看好了。所以下一个我就选个地震哦，来看一下六级的地震是什么样子。哦，对，这个世界的一二三四五六，六级是最顶级哦。喂，来看一下哦，哦，地震了，地震了。我把自己站到地板啊，我根本站不到地板啊。如果在空中的话就不会被拉走了，如果在地板的话会像这样子一直被拉来拉去的哦。嘿，哇塞，哇，下面都是岩浆哎，哇，好可怕哦。这就是大地震吗？一次地震就会让整个世界变成这样子，全部坍塌了。等一下，那下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的地形好像来不及载入哎。哇，超级夸张，这个就是最大的大地震哦。那这个东西的话，扶手者一定不会死哦，所以我来召唤一些村民跟扶手者出来，接着再让他地震看看哦，看会发生什么事哦。大家都飞来飞去的，啊啊，村民摔下去啊，村民摔死了，等一下那扶手者一直往下掉哎。不过扶手者泡在岩浆里面就没事了，然后村民全死光了。哇塞，地震真的好恐怖，而且这声音也太帅了吧，这个地震的声音。 OK， 那我来到了中介，下一个好像是要在中介才能启动的感觉，所以来试试看哦。这个叫做末日风暴，喂，有吗？有出现吗？顶级末日风暴已经开始了，好像会产生什么裂缝，然后那个裂缝会跑出怪物来攻击我的样子。我来试试看哦，变成生存的话，哦，诶，好像真的怪怪的，我好像臭臭的，哈哈哈。所以等一下会有怪物从我周围跑出来的意思吗？哦，出现了，出现了，哦，有怪物了，有怪物了，啊，会像这样子突然出现怪物的感觉吗？啊，哈哈哈哈。中介蠕虫哎，我刚才被虫咬死了，只不过好像也不是会一直出现的，就是偶尔才会出现一次的感觉，这好像没什么好怕的。啊啊，这就是裂缝，我看到了，哎，我突然被传送了，对不对？哦，那个裂缝还会移动哎，哇哇哇，黑掉了，是不是有夜魅啊？有夜魅的叫声哎，还是这就是夜魅？啊，原来是像这个样子吗？会有生物持续攻击我，这就是末日风暴吧。再来下一个好像是超级飓风诶，来看一下什么是超级飓风哦。会有超级强大的风，所以不要躲在小小的建筑物里面哦。被吹走了，哇哇，那捕兽者跟我一起被吹走诶。诶，而且下面，不对，我以为下面解冻了哦，像这样子被吹出去是吧？只是这个风好像，诶，哇塞，会继续把我往那边吹哦。哇，我会飞，我会飞，哇，欸，好酷哦，啊哈，啊，会摔死哦，这样就结束了，这就是超级飓风吗？不对，它是一波一波出现的，所以我每过一阵子就会被吹飞一次，哦，还好不会把头撞破。欸，那边的猪也会飞，飞天猪，哈哈，好可爱哦。啊，结束了吗？欸，怎么自然跑出了一个，跑出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这个是龙卷风，哈哈，出现超级飓风，哇，被踢掉啦。乱七八糟的，啊，一回来就摔死了。然后下一个好像是间歇泉，会突然有水喷出来的样子，来看看哦。哦，在我屁股，哦，我被吹起来了，哎，好高，哦，哎，会摔死吗？哎，哇，哎，这好好玩哦，游乐园的感觉。这个危险度好像没有那么高哎，只是运气差的话会直接被冲上去的感觉是吧？哇，哈哈哈，超级高，欸，超好玩的，欸，这个，哈哈哈哈。 OK， 来哦，你们也来玩一下哦。哇，飞起来了，飞到那边了，我完全看不到，我好像也飞起来了，哈哈哈。欸，那些村民还活着，欸，好厉害哦，被吹上去的期间他们竟然还有活着啊，然后好像都变成灰了。再来下一个也是风的类型，欸，是飓风、龙卷风还是狂风，我也不知道啊，风有点多。哦，这什么东西啊，什么都看不到啊，我的屁股好像跑出了，哦，哇塞，这什么东西还有打雷，欸，这是要吹我的意思吗？对，我会被吹走，欸，啊，类似台风的感觉吧，我猜，对，应该就是台风哦。哎，台风会打雷吗？台风好像不会打雷，哈哈，我不知道，欸，然后我被吹起来了。飓风就是会吹超级远的感觉吗？我看到上面有一个草的方块也在飞了，
哇、哦，飞起来了，飞起来了！还有两个车名跟我一起飞啊！你们竟然都还活着，跟我一样哎！啊，这个飓风我也没办法往外走哎，风有够强的啊！可以可以，我用慢慢这样子走的方式就可以移动一些，只不过还是会一直被往这个地方吹哦，完全没有办法玩游戏哦。哎、欸，好酷哦！而且因为这个飓风吹起来的关系，我感觉跳跃力变高了，对吧？啊，超级有趣。OK， 各位，下一个看起来超级有趣，这个一定会让整个世界的地表变得很奇怪哦，流星雨的样子哦。来吧，来试试看哦，顶级流星雨长什么样子？看一下天空会怎么样哦。突然就跑出来了月亮哎。哦，要晚上才会有流星可以看到是不是？来吧，这边上我吧，流星雨。哇，来了，哇，好大一颗，哇，哇，啊！啊、突然就过来了，好大一颗哦！我来给自己一个状态好了。完了，啊，哇，没中没中，哦，开始下流星雨了。我刚才在调我的能力哦，哇，竟然会死掉哎！我明明都已经让自己的抗性变很高了，哇，刚才的地板已经变成这样子了，我只要站在这边就会一直被狙击哦。哦，又来一颗了，哎，而且变两颗哎，好多好多好多，哇，这就是世界末日吗？这要怎么躲？哇！哎呀，哈哈，被吹走了，突然就起风了，哈哈哈哈，头上的方块都被吹走了，陨石被吹走了，连陨石都被吹走了，哇塞，这个风也太强了吧。哦哦，突然就白天了，看来陨石雨不对，流星雨已经结束了是吧？好有趣哦，真的好好玩哦。啊，这个风可以停了吗？我是风男人，我目前抗性是满等的哦，就是最强的等级了，所以我就算像这样子被复仇者打都不会扣血。那我再试一次那个流星雨的伤害怎么样哦？哇，来了，哇塞，这流星雨真的会痛哎，超夸张。连复仇者都打不痛我了，下一个好像蛮特别的哎，我放了一些村民出来哦，然后来试试看，这个好像叫做瘟疫，来看一下什么叫瘟疫哦。生物现在好像会有瘟疫传染我的样子吗？哎，是吗？他们自己互相没有受伤哎，会吗？不是很确定哎，不过他们身上有一些黑色的泡泡啊。避免跟任何生物接触，如果您在生物附近看到黑色颗粒，表示他们已经被感染。你们好像都被感染了，我是不是要戴口罩啊？现在戴还来得及吗？哇，发生什么事情？哇，突然地板就跑出了一个大洞啊！哇，还有生怪砖呢，这什么东西？面包，好吃。而且这生怪砖也离太近了吧？这边跟那边都有一个僵尸生怪砖呢。这么刚好啊，哇塞，然后突然出现的这个巨洞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也是天灾吗？所以地球是有时候会突然出现这种超级大坑吗？那刚才看到的瘟疫好像我就会一直肚子饿的状态哦，然后我扣的宝石度就会扣超快。 OK， 这个好像没什么问题耶。那下一个叫做清除，我也不是很清楚是什么，来看一下。哦，有有有有出现了啊，会有怪物来突袭我是不是？如果我换成创造的时候好像就会瞬间结束了。 OK， 那我现在是最强的状态，来挑战看看这个、啊、号角、啊、会一拳可以打掉一只，哎，好多哦，那个血条几乎没在扣、啊、还有这种苦力怕、啊、OK， 哎呀，不是、啊、这也太难了吧。如果我用生存玩的话有可能，哎，对，他又被飞行了。如果我用生存玩的话像刚刚那样子打到一半我可能就会被其他的天灾弄死。哎，哇、哦哦哦、吹起来了，吹起来了，哦、OK， 那我刚才去调整了一下，现在开始应该是不会被风吹到断线的啦。我家网路线有点脆弱。啵啵啵啵，哇，这怪物看起来好帅哦！哎，那个会用技能哦？哇，你怎么这么帅啊？不过我什么东西都能一拳哦，我目前就是一拳超人。哦，这骷髅弓箭手看起来也好帅哦，这个是骷髅骑士哎，然后他的头长得不太一样，而且怪物也太多了吧。哎、欸，我还被黏住了、欸。那个蜘蛛刚才好像把我黏住了。哎、欸，不是哎、欸，我好像被什么怪物黏住了，我现在站不起来。还是地形啊？地形好像陷下去了。刚才，又有奇怪的天灾了吗？来来来，都给我过来。哎、欸，那边还有一只僵尸马骑士、欸。哎，哇哇哇，连苦力怕都会冲过来炸人，超级恐怖。哦，要打完了。有哎、欸，成功清掉了啊！成功清掉啊！怎么路上还有僵尸拿着钻石镐在敲我、啊？大概就是这样子是吧？这就是清除哦，我就是要被清除的那个是吧 ？OK， 目前我来到了沙漠，这边还有铁巨人在做脚镣，
这下一个是沙尘暴，我直接来看看六级的沙尘暴会怎么样啊。会，那么来看一下，应该跟暴风雪差不多吧，我猜。然后暴风雪其实好像可以看到雪怪，但我刚才找不到啊，那个状态下根本什么都看不到。哎，这边的人好像开始受伤哎。哇，现在 PM2.5 很严重啊，出门的时候要戴 N95 啊。哇，都不躲了耶，这些村民。这伤害很高吗？怎么感觉好像还好啊。哦，是凋零效果的样子吗？好像是凋零效果哎，而且什么都看不到。哎，地震了，地震了。这村庄要不见啦、啊、天灾的源头都是我哎，这到底是什么衰神啊。哇，村庄直接半毁哎，好可怜哦。至于沙尘暴的话好像大概就这样子而已哎，我觉得这沙尘暴官方可以加进去哎，不晓得官方怎么看哦。啊，下一个我刚刚有遇到，这个是天坑哦，地板会突然跑出一个大洞的样子。喂，天坑来吧，看一下哦。会吗？哇哇，比我想象中还要大好多。欸、这也太帅了吧，哇，超级帅，只因为一个灾害的关系就整个地形直接到基岩城都看得到了。好漂亮的原型哦。 OK， 那下一个叫做灵魂风暴哦，然后必须要在地狱才能触发，所以我先召唤一些白老鼠，接着来试试看灵魂风暴上吧，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好像我必须要变成生存才可以触发的样子哎。啊，应该跟中介风暴是一样的吧？刚才那个末日风暴吗？好像是中介风暴啊。这些村民身上好像有奇怪的东西哎，然后我的周围什么都看不到，有点黑。哎，这个有奇怪的灵魂哎。灵魂风暴，等一下会有鬼过来袭击我的意思吗？哦，有声音哎，哎，好像有鬼魂跑过来了，对吧？哎、欸，对，有东西在飞，我看到一只骷髅飞起来了，好大声，好大声！哦哦哦，在哪里？啊，有看到了啊，打错人了！哎、欸，对，有一些鬼魂跟小头在追我，哎，还有好奇怪的音效、哦，哎、欸，超有趣的，不觉得吗？哎、欸，氛围好棒哦！你不恐怖哦？看来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是吧 ？OK， 倒数四个了，再来下一个是超星星，完全不懂是什么，来试试看哦。啊啊啊！眼睛要瞎了啊！癫痫发作，眼睛好亮，超星星哦哦，有东西掉下来了，有一颗东西掉下来了，会是发生什么？哦、哇哇哈哈哈哈！这超哈哈哈哈！哇，这就是超星星吗？超星星就是。陨石的进阶版是吧？好圆哦，超夸张的这个区域，一颗就变成这样子哦，好帅哦！再试一次，我在下面放一只服务收者好了，看他等一下会不会活着、哦。这个正中央啊，掉下去了，没关系，我就在这边看哦，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来了来了来了，超星星！哇，这真的超级帅，这超星星根本就是我、好有梦想哦。在游戏在麦块里面做这种事情好有梦想哦，哇，好帅。哎，那斧手者还活着吗？我没注意到啊，那斧手者好像被一发炸死了，对不对？我终于找到能一发把斧手者炸死的天灾了，哇，超夸张哎，各位，这画面哇，什么都看不到啊。 OK， 来了来了，我刚才设定了一下之后，目前可以看到整个天坑了，哇哇，好帅哦！哇塞，这真的是麦块会发生的事情吗？不是，超星星真的有在地球掉落过吗？啊，有哎，所以才会有你的名字。最后再做一件事情哦，这边我召唤了四只腐朽者，我想要看他们瞬间全部死掉的样子哦。要来了，要来了，腐朽者，你们知道天灾是什么吗？每天都在地底里面窝着不出门，你们现在就要知道什么叫做哇！天灾的力量啊，哇，真的超猛哎，一发就打掉了，这是我目前在这个世界里面觉得最帅的天灾哎。接着是六级龙卷风，这边刚好有一个少界塔，来看一下哦，六级龙卷风会是什么样的。哦，被卷过去了，哇，哎，好帅哦，真的会变成龙卷风的形状吗？方块从外面这样子飘哎，然后那边的少界塔好像也开始被吹掉了，有一些部分有被吃掉吗？还是是错觉？好像是错觉。那少界塔也盖得太坚固了吧？哎，
从地板开始被卷起来啊！哇塞，也太帅了吧！啊，如果我也一起进去会怎么样啊？哎，我已经飘起来了，哎，我也会飘起来、欸，哈哈哈，好酷啊！而且超那个，超级那个，我的视野距离调太远了，这样应该差不多。OK OK OK， 哇，大家都在飞、欸，哇，这就是龙卷风是吧？怎么还有人活着啊？哦，那边有好多鸡在飞哦，啊，怎么还有铁巨人跑出来了？哦，兽界塔里面关的吗？哈哈哈。这画面也是太好玩了吧，好多东西哦。来了，倒数第二个，这个是海啸、哦、地震好像听说通常不是最危险的那个，海啸才是最危险的。原因就是呢，来看一下，嗯，哦，这附近没有水哦，要有水才可以有海啸、哦。哎，不对，也是啊，正常。那我去海边找找看好了。啊，不用，这边就可以了。这地方看起来超级适合海啸、哎，来看看哦。来吧，海啸六等，哦，出现了。从中间淹出来，从那里喷出来的水，哇，要被淹过去啊！好那个，好那个，啊哈哈哈，超级那个，被淹过去了，而且旁边的村民好像被冲死了，我看到了，怪物都被冲死了、欸，我飞起来看看好了，哇塞，好大片的海啸啊！哦，然后水开始收掉了，哇哈哈哈。这水收这么快是因为他怕我的电脑坏掉吧，旁边还有方块被掀起来了、欸、怎么还有一只猪活着、啊、你怎么活着了，太厉害了吧小猪。那最后一个就是末日，所有东西综合在一起的效果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村民躲在屋子里面，太厉害了吧。喂，哦，来了来了来了，末日六等出动，龙卷风，然后还有什么东西，龙卷风跟其他东西有出现吗？好像还没有、欸，哎呦，安德在飞，目前就只看到龙卷风哦，不过应该会一个接一个出来的感觉。地上开始跑出裂痕了，这个应该也是龙卷风。然后超星星掉下来了，超星星要掉下来了，有鲑鱼在天空飞，超星星要过来了，哦哦，哇，来了，再见了村民们，我爆开了村民，我刚刚看到村民尸体啊。然后还有吗？还有后续的效果吗？还是这个就是末日的结束了？哦，然后我听到地震声了。地震在哪里发生了？这个超新星的威力好像比想象中还要大的关系哦。哦，出现了，这个是间歇泉。然后那边还有奇怪的声音。哦哦，还有那个，刚才好像还出现会突袭的那个东西了。只不过我现在是创造的关系，所以它直接被清掉了。不、哦，地震了，不对，是天坑啊，天坑爆出来了，直接到基岩城了，对吧？好像结束了吗？哎，没有，还没结束。再来是地震哦。这是六级地震哦，六级地震原来会像这样子触发哦，那个岩浆会从地底里面喷出来哦，然后还有酸雨是不是？哎，对，开始下酸雨了，六级酸雨哦。地震的话，因为超新星的关系，已经看不太出来它的严重性了。不过地震也是很严重的，就是了。哦，然后这个是什么？起风了，哦哦，要被吹飞了，哇！哇塞，直接被带走哎、欸！所有东西都弄在一起，这就是最后的末日哎、欸。OK， 酸雨也过了，雨过天晴，各位，这个就是会发生世界末日的世界哦，呵呵呵，超级夸张哎、欸。